哥俩啊，听我说，咱们这块地儿属于三峡库区，对不对？嗯。丰富的古文化遗产，对不对？遗留下很多很多的财宝，古玩，很多古玩字画，那可是不在少数。所以呢，咱哥几个这几年嘛，三峡库区移民、搬迁、挖坟什么的，多得多呢，出现了不少的东西。可是咱们不懂啊，哪朝哪代都分不清，你还研究古玩？你们不懂，我懂啊。再说了，国家文物政策已经开放了，对不对？允许个人收藏和购买部分文物。你快歇会儿吧，啊，阿龙，我就知道他初二的时候集过邮，现在成古玩专家了。我练收藏的兴趣啊，就是集邮开始的。你们现在看看，各大的邮币市场、古玩市场，那是一个比一个火啊，一个比一个热。哎，这倒是真的。我家附近就有一古玩市场，天不亮就一大帮人跟那儿耗着，说叫什么来着？鬼市。说实在话，哥们儿的第一桶金啊，就是捣鼓古玩赚的。真的，真的啊！来，张月，你别说啊，王叔这酒啊卖的还真好，明天再去背几箱去。他的算盘可精着呢，他从来不来送货，都得我们自己去取。这一来二去啊，邮费倒是省了不少。那怎么了？王叔那么大岁数了，咱们就得迁就他一点儿，就得让他多挣，知道吗？你这人呀，就是太好说话，净吃这些小亏。快点，别磨叽。不好意思，又糊了。你们这不行啊，哥们儿，这几天手气太差了。超子，阿龙这两天忙什么呢？总也见不着他。人家琢磨人家的大生意呢。这小子也太不仗义了。不是说好了有钱大家一起赚吗？你别着急呀，过两天你自然就明白了啊。哎呀，冯姐还忙着呢。啊，忙，特忙。哎，你的生意怎么样啊？还凑合吧。什么叫还凑合呀？大伟，我看你那边生意红火得很呢。那还不是托你红姐的福啊。橘红，哎，橘红，不好了。我听说咱们夜市可能要停业整顿了。停业整顿？停业整顿？对，刚才我和罗姐呀去王叔那儿上酒，碰见陆生，他说城管和街道管理处要联手起来整顿夜市，可能还要停业呢。干得好好的，整顿啥呀？哎呀，是该整顿整顿了。虽然说那些打架斗殴都没有了，你看看占道经营乱丢垃圾，是该整顿整顿。他们说停业多久啊？可能要10天吧。完了完了，又少赚10天的银子了。哎呀，红姐，走了。去，送到那桌。现在你看哪一款手机啊？我随便看看。好吧，看看。
陈老板，嗯，有没有适合女士用的？有啊，这里很多，你自己挑啊。拿这个我看。老爷子，这音乐挺猛啊！老爷子，我姐呢？您慢慢听啊。你小子跟我还卖关子，哎，你跟着我就对了。哎，这挺火呀，人这么多。这也叫人多？我跟你说，天不亮那会儿，那人才叫多呢。天不亮怎么交易啊？不懂了吧？鬼市鬼市，天亮了还叫什么鬼市？要的就是这种夜朦胧。鸟朦胧呢，去去去，哦，就这儿来了，来，可以啊，阿龙，这三天没见着你，让我刮目相看。哎，这些宝贝儿从哪儿淘来的啊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这几天啊可没少受罪。你不会是挖人家祖坟去了吧？怎么可能，那种缺德事儿咱哥们儿能干吗？就是了，咱阿龙长得也不像那干坏事的人，这行学问深的。看看，就这款啊？哎，小心点，非常值钱的。这都是好东西。哎哎，我跟你们说哈，你们来看哈，这盘子我最近刚收来的，你觉得值多少钱？这盘子大小正好够两盘回锅肉，就知道吃你。不过它踢的挺花花的，四十块钱。四十？我花200块钱买的。200太贵了。贵？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？云超，你觉得它值多少钱？我觉得。怎么着也得2000吧，2000我可亏大了，最少2万。2万啊？那它的价值就富可敌国、倾国倾城了。有道理，对吧？哎，对，那句话怎么说？叫冲冠一怒为红颜。对什么对？冲冠一怒为红颜说的是陈圆圆。你停业整顿嘛也好，你可以好好的休息2天。嗯，爷爷，我不累。哎，爷爷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带您出去走走吧。不用了。爷爷，您那边还有什么亲人吗？没了，都没有了。爷爷，你要是我亲生孙女有多好。爷爷，我就是您的亲生孙女，您就是我的亲爷爷。我的爷爷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他，他的样子就是在我的梦中，就像您这样花白的头发，慈祥的笑容。哎，爷爷，嗯，您在看什么书呢？太乙神针心法。哦。
这不是座山雕的联络图吧？这可比座山雕的联络图分量重多了。哎，你说啥子？这啥东西？这就是当年川军团到缅甸打仗的时候作战线路图，宝器。哎，这东西挺好的哈。他说这是什么？他说是地图吧？这不是他自己画上去的？嗯，应该不是。这种墨迹不好仿。皮子也挺好。这东西虽然是老的，但你也别吹牛，你给大伙儿讲讲它的来历嘛。说起那张图的来历啊，那典型得很。当年川军团到缅甸打的那场仗，打得好激烈，那可以说是打的那个小日本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不过川军团当时伤亡也惨重，后来在蒋委员长一声命令回归。你还是我父亲当年在那个森林走迷路的时候画的那张图，我父亲和几名战士死里逃生才走出来的。这张图卖吗？货卖十家，一有不懂你掺和啥子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懂？咋说话呢你？卖多少钱？多的我不要，只要够我媳妇拿去换肾都行了。我媳妇现在一定要血了。救人要紧，您给透个底价。这张图最低多少钱出手？少打十万不得卖。多少？十万？哼，您杀了我得了。要是这十万块钱买猪腰子的话，得够三个火车皮呀。这个是我们家中的祖传宝贝儿，告诉你嘛，全国只有那张。还宝贝儿呢？不过这图要是能保存到现在，确实也不容易。老板，你说个实在价，最低多少钱？救人要紧了，所以说说老实话，我需要钱。这样吧，三万。三千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哎，先别说。你开啥玩笑？哼，说老实话，我不得卖。哼，说句难听的话也买不起。谁说我买不起？你带我哥到银行取钱去。对不起。我要现金，这个多少钱？我买了。你听到的噻，刚刚我开价十万，现在一万五，少带本都不得卖。我卖给你。怎么回事？你这人？你刚才不是说三万吗？如果说一万五，我也要。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，我愿意一万五卖给他，我高兴，我乐意，管得到吗？嘿，今儿我就不信了，我非得较上劲儿，我非买不可。好了好了，别争了，四万块，我买了。四万块，我就希望跟那个四万块的人打交道。哼。哎呀，四万块钱，这点皮子都不止四万块钱。我给你去取钱。给。好，谢谢。今天那张图两万没拿下。可惜了，你俩笑什么呢？没事，百八十块钱的东西，能卖两万吗？这有四沓钱，咱哥四个，一人一沓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老师，你说呢？没问题，我听你的。那就好，来发钱了。这钱我可不要。这是你应得的，拿着。是啊，该你拿的你就拿着。我嫌它烫手。干什么去啊？有事先走了。君侯，哎呦，张月来了。哎，龙飞的眼睛有了好转，已经有知觉了。啊，真的？嗯，太好了。现在就是模模糊糊，还看不太清楚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只要是有了好转，就是有希望啊。嗯，啊，周一说了，要是能找到那个针谱呀，治愈的希望就更大。
哦，真谱。走，咱俩进屋说。嗯，走走。张月，快进屋坐啊，坐那边。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张月，这下可好了，只要能够找到甄普那本书，你们家龙飞就有救了。来，喝水。哎，眼看着有希望了，你怎么还唉声叹气的？菊红，你知道吗？要找到那本甄普的可能性啊，几乎为零。为什么？老中医说了，那是一本古代奇书。真的？这几天呀，我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、古迹书店，甚至博物馆，我都去了，都说没有。张月，我也去找过呀，还是有希望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灰心啊，咱们再想办法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俩去找一趟老中医。走，走，嗯。菊红，哎哎，怎么样啊？老中医不在，他去石宝寨了。去石宝寨了？啊啊，那咱们赶紧走吧。走走。这就是你要找的人啊！来了，徐大夫，徐大夫你好，先在这待一会儿啊。这个女施主在拔针，好，快好了。谢谢啊。这是我师弟，本寺的方丈，医术比我要高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这几天在寺里研习针灸术，跟我师弟切磋，才得知。甄普医书还有别名啊？啊，那什么名字啊？太乙神针心法。太乙神针心法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走走走。哎，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讲，你们家龙飞有救了，这次有救了。哎，徐大夫。哎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啊，好，走走走，快走！真的。
累吗？不累。您呢？好。来，先到了。哎。此太乙神针心法，乃我先祖师爷将不可估量啊！哦，是，这，哦，我们闲话少叙啊，救人要紧。我的孙女儿已经心急了，她是一个急性子的人。对对，先救人，先救人，师弟有劳了。哪里？拿我的针来。你呀，有吃的吗？你除了吃就是睡，真应该把你送进屠宰场去。你这复仇心什么呀你？看样子你还真不适合待在这儿了。啥意思？想过河拆桥啊？啊？想当初得。想当初老子的主场，才呀开张弓，才有十几头猪，七八堵墙。玉寨主追得我是晕头转向，多亏你朱大壮买了家当与我来开猪场。似这样兄弟之情终身难忘，俺朱某将一起中当报偿。朱司令，就这点小事儿也别老挂在嘴边上。哈哈哈！啊呸！把你自己当个阿庆嫂了？哎呀，这菊红才是帮我的阿庆嫂。重色轻友，重色轻友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跟你说正经的啊。哎呀，看我们这猪场发展成现在啊，也不要盲目再扩张了。咱们现在啊，应该是发挥自己的优势，搞多种经营。得，你这些我也不懂，你说怎么办吧？那个江边的夜市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不是停业整顿了吗？过两天就要开张了。我看了，那要开了张，生意肯定火。过去吧，我们的钱总是被别人给挣走了，这回不行。这回咱们得来他一招啊！你看，我已经在那儿租了一个铺子。你小子不是会那个做猪头肉和猪下水吗？对呀，咱们在夜市卖猪下水，哎，当然是熟的。我啊，把手续都办全了，给你小子露一手的机会，哎，让你啊全权管理那边。哎呀，你早不早说嘛！这么好的事儿，哎，我朱大壮。有出头的日子了，别高兴太早。我告诉你啊，到时候我会经常去指导和检查你的工作，不准偷懒。你放心，我就是白天困，晚上精神啊特好。切，哎，这下好。爷爷，嗯，这真是一本奇书啊！这田龙飞的眼睛已经复明了。太乙神针嘛，嗯，号称是人间奇术，在针府中嘛被推为天下第一针。哦。哟，秦丽回来了。回来啦。姐。哎。我给你买个橘子。啊。老爷子，吃一个。去，没礼貌，怎么能叫老爷子呢？叫爷爷。那酸啊，爷爷不爱吃。梅姐，送你的。送我的？嗯。哎，给你打传呼怎么不回啊？打传呼？嗯。哎，我呀，可能没收到，我去石宝寨了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去石宝寨找了一个针灸神医，龙飞的眼睛现在居然能看见了。真的？嗯，那挺好的。是啊，这样一来，姐算是踏实了。哎，嗯，这个手机你自个儿留着吧，姐有钱。姐，这么多年你也不容易，弟的一片心意，拿着用啊。哎。小敏也来了，龙姐，哎，哎，来，陶局长、李科长，你们里边请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以后啊，你们要多捧场，多提意见啊。哎，搞得不错嘛，啊。来坐坐坐，哎，龙姐，哎哎，张烨，快泡茶啊，泡泡茶，来，拿上来。来，局长吧，哎，行行行。爸身体怎么样啊？现在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哦。我爸还常提醒您呢，哦，说有空到我家里去做客啊。哦，是很长时间没见着了。对呀，他总说想跟您聊天呢。哎呀，好，有时间去啊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哟，红姐，今非昔比了，恭喜您啊。啊，谢谢。其实啊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性子急，没什么坏心眼儿。嗯，要是有什么以前做的不好的地儿，您多担待，别介意啊。嗨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以后还希望你们俩多光顾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都是好姐妹。嗯。哎，你们喝水啊，喝水。哎。客人都走了，走了。哎，徐红，哎，你不觉得刘敏儿今天怪怪的？人都在变嘛。什么呀？他那叫见风使舵，看你现在好了，使劲的巴结你。哼，典型的小人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你看人家都认错了，我也不能小家子气呀。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。哎，对了，菊红，哎，员工宿舍都收拾好了。嗯嗯，真的？那环境大家满意吗？那是相当满意啊，真的。啊，菊红，你还真是为了我们女人考虑呢，还专门搭了一间浴室，这下我们洗澡可方便喽。就是。那是应该的呀，你想想看，大家累了一天，现在天又热，回去洗个澡啊，睡觉舒服。嗯嗯，忙了一天了，我待会儿就回去洗洗。哎，你小心，可不要被色狼看到哦。我看谁敢看，让他们试试。去，行了，没大没小的，跟你罗姐开这种玩笑。行，你们收拾，我去，我去。哎哎，好好好。哎，看看，今天啊，开张开门红。哎呀，不错。爷爷，我想跟您说个事儿。嗯，姑娘，你不用说。爷爷知道啊，啊，你餐厅里事情忙吗？那是去忙你的啊，不用管我，我可以照顾自己。那可不行，我不放心。哎呀，谁我都不要。哎，爷爷，那可不成。虽然您身体吧特别好，但是总得有个人来照顾你吧。我呢这一忙起来啊，我就怕我顾不上您这边，
我想让罗大姐过来照顾您，然后张月和小兰也可以轮流着给您送饭，您看行吗？好。可有一点，这回锅肉一定要你烧给我。您放心吧，别人烧我还不答应呢。好好好。哎，爷爷，那这个箱子我就麻烦您帮我照看了。好吧，你去吧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我回头过来看您。想到吧，我这个人呐，就喜欢凑热闹，主要是方便能天天见到你。真讨厌！天后，爷爷的饭菜准备好了啊，那赶紧给送过去吧。哎，别别别，带点猪头肉去。哎，味道不错。不用不用，老人不吃这个。哎呀，你尝尝，好吃。好吃着呢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你尝尝吧。尝尝尝尝，你来尝尝。哎，行行行，我尝尝。哎，罗姐，你也尝尝。我看那手脏的吧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味道还真不错，哎，口感也特别好，卤的也有味道。哎，大壮，哎，没想到你手艺这么好呢。来来来，包一块，包一块，给爷爷装点去。来好吃，罗姐你也尝尝。我不吃猪头肉，那就给爷爷带去吧。给爷爷带过去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去吧啊。好，行啊，我走了。嗯，去了就回来啊。嗯。这都两个孩子他娘了，有啥好看的？哎，不过风韵犹存的啊，我喜欢。这干你的活吧你。是。哟，忙着呢。啊。哎。啊。金红啊。哎。你说咱这夜市重新开张以后，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哈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啊。这叫整合。整合？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整合。你想想，咱们这儿啊，以前缺乏统一的管理，环境又差，菜品的质量也都不行。自从整合之后，所有的硬件、软件设施全都跟上了。嗯，你想想看，以前都是打架斗殴的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关键是咱们摊儿与摊儿之间啊，都是良性的竞争了。这样一来，人家顾客也愿意来，咱的生意自然就红火起来了。你分析的真还是头头是道的啊。不过你没上过大学，也没干过营销，你从哪儿学的这东西啊？谁说我没上过大学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社会大学生存系毕业的。对对，哎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也大学毕业的。你加里敦大学？像你特像加里敦大学毕业的。我回摊里忙去了啊。啊，忙去吧。哎，好。喂，你好，啊，所长，啊，对，理论联系实际嘛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加强考察。哎哎哎，放心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真的要回去考察呀？对呀，研究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终于有点眉目了。那是柑橘重要还是我重要啊？啊啊什么？说，柑橘重要，我重要，都重要。
说了等于白说。要不你跟我回去吧，咱俩一起去长江，去三峡，我们逛很多漂亮的景色。对啊，我们家还有个石宝寨。我倒是想跟你回去，可是你也知道，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，而且这两天我妈还病了，所以。不过我觉得你是应该回去看看了，这么多年了。是应该回去看看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应该回去看看亲人了，看看你姐。又提她，有些事情你不清楚。别的我不清楚，我清楚的是你姐供你读完的大学。能不能不说这些？我们家里的事情我能处理好，行吗？我怎么一提到你姐你就这样啊？你姐到底哪儿对不起你？她没有对不起我，她供我读大学，供弟弟上高中，还清家里所有的外债，我都清楚，我感激她。我说过我会还她的。是，六年了，我心里边一直不能原谅她。你很想知道为什么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告诉你。我妈就是让我姐害死的，我妈就是因为我姐死的。不是，你怎么就那么小心眼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记着这些仇恨？我就小心眼，我恨她，她不是我们郝家的人。你说她不是你们郝家的人，她为郝家做了多少事儿，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好，我不管，以后我什么都不管。深深的爱是心愿。